看的皮夹克，才39.9，它真的好吗？咱们先看视频。你给我买的这个皮夹克才30多呀？39就是夹克划算了，而且还有云飞纤，这个大码能穿到200斤，质量版型可好了，穿着可帅了，小大条穿正合适。宽是简约大方，不挑刃，百搭款上班应酬穿都可以。棒球领带设计，时尚又百搭，这个皮质特别柔软 ，logo 的话都是刺绣上去了，做工走线都很工整，内侧还有一个兜兜，装个东西很方便。衣服质量版型都很好，39就是夹克划算了。买回了，再买看看。样式看起来挺不错的啊，质量也还可以，没有多余的线头，做工走线都不错。咱直接开车，咱先看看它耐不耐磨，用钢丝刷刷20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它的质量真不错，我用钢丝刷使劲刷了20下，看一点事没有，也没起皮。咱再试试它防风效果怎么样。防风没问题，咱现在上身看一下效果，已经上身了，它样式还是很好看的啊，挺年轻百搭。侧面、背面，它这有个刺绣很好看，兜也很深，然后还有个怀兜，怀兜也特别大。拉链试试顺不顺畅，拉链很顺畅啊，拉50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50。哎，把拉出回去来了，拉链很顺畅啊，没问题。我这衣服买大了，我找个男士给大家试穿一下。我是男士。哎呦，这该说不说，这小版型真好看啊，特别符合你年龄，一穿上贼帅。你转一下给大家看一看，你走一趟，确实不错，这衣服确实挺帅。咱先把它洗一下，看它会不会变形缩水。Later， 已经洗好了，再拿出来看看。咱把晾干，再看看，已经晒干了，并没有变形缩水的现象。咱再上身看一下效果，样式还挺百搭，确实没有变形缩水啊，依然很帅气。有喜欢朋友可以入手。